形意六合拳是我国古老的内家拳种之一，相传为宋代名将岳飞所创。形意六合拳动作简单，功用无穷，顶势为壮，动势为拳，内涵丰富，被历代拳家视若珍宝，又名叫实拳，不可乱串子说。练习形意六合拳。 要形相移动，气碎力发，动作合。在内要求形意合，以气合，其余离合。在外要求手与足合，周与其合，兼与夸合。练习形意六合拳，要发出刚猛狠毒的爆发弹性力，要打出。 多少神的灵筋与爆发弹性力，不可使用僵劲与弄劲，否则差之毫厘，扭之千里。正如拳经所说，练拳容易得一难，灵筋上神天地翻，六合相合人难多，遇敌好似攻断线。通过对形意六合拳的练习，逐步挑顺筋络，达到练功招筋的目的。 通过练功招筋，逐步使人体潜能得到开发。通过对人体潜能的开发，逐步把人体潜能推到最高极限，使每个形意拳练习者在养生、健身和功力发放上都会取得很好的成效。实打性，实打性是形意六合拳中。 魔方动物之灵法与真意所创编而成，十大性包括有龙性、虎性、猴性、马性、鸡性、雁性、蛇性、鹞性、鹰性、雄性。十大性下边。 左第一性，龙性。龙性，龙有三折九曲之体，龙的腰节相当灵活。在形意拳中，龙性是非常引起重视的。在要领要求里头，其中提到龙神，十大性里又专门演练龙性。 下边我给大家讲龙性，两腿并立，周身自然放松，抻肩，捶肘，内气下沉，抿额上顶，舌顶上颚，然后。 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身子向左旋转，左手向前上方钻出，小臂向右旋转，严实前收。收要求五指自然分开，虎口要圆。 手心要会，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微微内扣。第一动，第二动，上右推，身子向右旋转，右手向右旋转，向下扣，左手。 向前下方伸出，要求腰向右旋转，胯不能随处变。要求左肩着右胯，身子向下舒抻，后腿脚后跟微微翘起，膝盖。
弯曲，中心，偏移前推。这是左龙性，上步，右手上左步，右手再向前转出，眼看前手，肩要过要合，身子要熟。 不能往上张手，而是向下熟身，手向上转，身子向下沉，再上右步，身子向右旋转，右手向右跨出，拉回，要求中指给无名指要内扣，这是迎桌的意思。新一圈的将八八步的迎桌，所以在左没使。 张的时候，中指跟无名指都要向内扣。这龙形第二个动作，这样可以反复向前做。手势是迎着龙形手势，前面已经讲过了。我给大家做一遍，这个练龙形时候，要求步子跟腰的旋转要协调配合。 腰的旋转不可带动胯给腿的旋转，而是腰像龙的腰一样，任意左右旋转，而不影响身体的重心给其他，要求腰要活。我演示一遍。 这是龙性，龙性分左右两式，右式龙性跟左式的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龙性走直塔，反复练习。根据场地的大小，可以随意向前走。不练式，迎着雷声手势。我再把。 右龙性给大家演示一下。立正，在开始时候，要求要周身放松，然后内气下沉，要求气沉丹田，沉肩最走，含胸八背。出右脚，出右手，出左手，他这个都是交叉的。出右脚的话。 出左手，出左腿的话出右手，然后上左步，身子向左旋转，右手向前推出，左手向后跨步拉回，放到后腰间。这是左式龙性，龙性。 分左右两式，已经说了。下一式。 虎性，虎有扑捉之能。虎是一种比较凶猛的动物，在形意拳中，对虎是非常重视的。要求在形意拳的要求里头，其中提到鸡腿龙身，胸背迎着。 虎抱头为生，这里边提到了虎，十大性的有虎性，虎性跟双八比较接近，就是双手向外推出，要求虎性要打出
终结的舒张探行劲儿，我给大家做一下。立正，周身自然放松，内起下沉，沉肩对肘，然后左腿向前迈出一步，脚后跟着地，脚尖上翘，两手。 曲肘上提，上身自然向下，数，要就要合，肩下沉，内扣，要过背，沉肩过背，两手放在胸前，然后左腿向前迈出一步，后腿蹬劲儿向前推出。 弧形也分左势跟右势。再做一遍，右腿屈膝下沉，重心在右腿，左腿向前迈进一步，脚尖上翘，脚跟着地，下屈膝下蹲，上身沉肩对肘，身子。 终结自然下沉，然后两手曲肘上提放于胸前，后腿右腿蹬劲儿，前脚向前迈出，然后双掌向前推出，这个要把终结的舒张劲儿打出来。好，我给大家演示一遍。 刚才讲的是虎扑的左势，现在把右势说一下。左腿在前的为左势，右腿在前为右势。右势的要求跟左势一样，但是动作除了腿，跟左势不一样。右势也是走直腿。 反复练习，下边我做一下。右腿向前迈出一步，右脚尖上翘，然后屈膝下沉，上身自然向下沉，两手屈肘上提，放在胯的前踩。 然后向前迈出右步，双手向前推出。这个也是反复练习，走直腿反复练习，根据地方的大小自己掌握。手势是像前面一样，迎着擂绳手势。 下边说后性，后有迥神之令。后是一种很灵巧的动物，窜蹦跳跃，整个动作非常灵巧，窜直跳肩，好像如走平路一般。所以说，在新一拳里模仿后性的两个动作，一个是后膝连。 我给大家做一下，周身自然放松，面向练拳的方向。然后，先出左脚的话，先出右手；先出右脚的话，先出左手，也是左右两式。这个左右两式可以交叉练习。
然后再出右脚，出右手，出左手，走直趟。这个模仿猴子洗脸的动作，在练拳里边取他的洗脸的动作指令，破解对方的过来的这个拳或者掌。所以说在练的时候走直趟，反复练习动作，腰间旋转要给步子给手要高度配合，两个腿自然弯曲，不能走直站直这样走，那个身法上看着一个呆板，再个来说也不灵活。所以说的这个要模仿猴的灵，猴的灵性，腿弯曲，腿上仍然是疾步，因为在形意拳的讲究，步步不离脊腿，把把不离硬桌。在后行里头，掌仍然是五指自然分开，手心要会，虎口要圆，中指跟无名指要自然内扣。他这个手在脸的前边，用腰节的旋转去带动手。所以说，当出右脚的时候，左手上转外旋，在出右脚的时候，左手向上转外旋。再走一下，这是后行，这个后洗脸的动作。做后行的时候，一定动作要配合好，要灵，不能硬撅撅的这样做，好像给那个狗熊出来了，这样这个效果给都没有意义了。所以说一定动作要灵，步伐要活，身法要活，手法要灵，就像这个猴子那个非常灵巧那个样子呀。再一个是猴摘套，猴摘套，猿猴摘套，他这个动作主要是以进击为目的。刚才那个猴洗脸是以防护为主，但是防中有打。猴洗脸跟猴摘套两个能配合到一块练，他是防中有打，打中有防。我做一下，当上左步的时候右出右手，当上右步的时候出左手，这个也是交叉桩，好像模仿后摘套的动作。这个左脚在前为左脊步，左脚左腿为弓，后腿不是蹬直的，是弯曲的，脚后跟也可以微微抬前，腰向左旋转，手向斜上方，大概够着位置就是人的面部，你这个手的高低大概跟你的眼高低差不多。这是右势，上步旋腰，左手收回，进右步，左步在后边跟半步，出左手，这是左势，猿猴摘套，这样可以反复做。上边的动作跟下边的步子跟腰的旋转要高度配合，要求要灵要活，因为取猴的它的排场就是取猴的灵。做一下这个猿猴摘套，这是后摘套的动作。在练期间可以把后摘套给后洗脸综合一块练。我给大家做到，可以把后摘套给后洗脸合到一块去做，
这样是既是大方讲古，又比较神法步法，又比较灵活。 下一个动作，马行。马有奔踏之功。马在奔跑的时候，前脚跟后脚可以前后伸平铺开，两腿合并的时候，前腿可以超过后腿。所以说马，它的奔踏能力相当棒，并且。 马的在跑，跑的这个非常快的时候，是展臂而起。马有很好的爆发弹性力，在这里模仿马的这个抬长抬行，去发挥拳。我给大家做一下马行，马行也是分左右两式，右腿在前为右马行，左腿在前为左马行。 首先立正，面向练拳方向，沉肩坠肘，含胸八背，内起下沉，目视前方。然后左腿向前迈进一步，两手向上，同时右腿蹬出。 两手向下拉，当右腿落的时候，两个手由掌向下变拳，向一块汇合，向前方转出，后腿左腿向前跟进半步。在走第二式的时候，左腿再向前，两手由拳变掌。 向下拉，沉肘用肘力下沉去拉，不要用手往下拉。沉肘往下沉拉，这是右式马行。下边我左式马行。左式马行是先出右腿，再起左腿。 练习马行时候，一定注意动作要协调配合，要有马奔踏的意思。做这个动作时候，要求身子向下自然下沉，有缩身的意思。手向外伸拔，前沉，周沉。 不能这样去沉，而是沉，沉拔，往上伸，身子呢不能因为沉的时候身子往前勾，这都不对。身子是往下沉的，后腿重心略偏于后腿，两腿自然弯曲，内起下沉，延时前收。当出脚的时候。 要求脚的由髋提起往前蹬，不能这个踮住脚这样往上蹬，而是髋往下沉，脚后跟往外蹬。两个手的在脚蹬的同时向下沉拉，在脚落的同时，两手变拳。 向外转出，周身下沉，沉手向上，伸拔，他俩形成一种对称劲儿。然后俩手变拳抓，变成左抓。
向下伸拉，然后右腿向前迈出，手扁拳向上转，右腿跟进半步，这是马行。吉星，吉星是十大星中的其中一星，极有争斗之勇。在神行流式里模仿击腿之动作，十大星中模仿击争斗之勇，对太长太极取法为全。下边我把吉星演示一下。即兴分左右两式练习，刚才过去是右式即兴，回来是左式即兴。即兴可以走直套反复练习，手势是迎着雷声手势。下边我把做一下。首先立正，身体下沉，沉肩坠肘，面对下势方向，出右脚，同时出右手，两手手心朝上，指尖朝前，腿重心在后腿，双腿弯曲，身子自然下沉，两背要往里边裹汗，两肩自然下沉，上身舒紧，然后前脚向前迈进一步，左脚抬起跳，右腿蹬出，两掌向两边分开，右脚落地时左脚跟进半步，两手同时向中间合拢，向外掌身推出，这是右即兴。再做一遍，右脚给双手同时向外出，右步向前迈进一步，左腿跟进半步，两手向前伸叉，沉肩坠肘，裹背含胸，然后前脚右脚向前迈进半步，同时左脚抬起换脚跳，右脚向前蹬出，双掌向两边分开，落地时右脚落地的同时双掌合拢，向前推出，这是右即兴八。左即兴八动作相同，要求相同，动作相反，给大家做一下。先出左脚，出左脚的同时双手同时向前出，右脚跟进半步，然后左脚向前迈进一步，起蹬，左脚蹬，两手向外分，向两边分开，当左脚落地时两手向前推出，就如虎扑八一样，右脚跟进半步，两腿仍是即兴步，右式即兴为右即兴步，
左是吉星八，为左吉星卜。雁性，雁性为十大性的其中一性。雁有其身去水之能，雁巢水速度快，准确度高，在雁子高速。 飞行时飞行的情况下，起身落水，展顺而起，潮水准确无误。在这里，十大性取以潮水之经，取水之法，取法为全。我给大家做一下。雁性分左右两式，右是雁性，先上右推，同时右手。 向前抻查，雁性可直腿翻覆联系，然后再上右步插右手。这是右式雁性，左式雁性先上左腿，先出左手，下边我给大家讲一下雁性。雁性先立正，面向下势方向，右腿向前抻出，脚尖向外扣，向外掰，左腿右腿弯曲，左腿脚尖点地。 左腿膝盖对住右腿的后边的腿弯，身子向右旋转，腰向右旋转，手向前伸叉，要求两背要过，两肩要抻，目视前方，有学而代法姿势，左手屈肘上提，放在右大臂处。 身子，左腿向前蹬进，然后左腿向前迈出，在迈出的同时，左手向前推，右手向后拉，推出。做第二式是右腿继续过左腿向前迈出一步。 脚尖向外掰，手向外插，继续做第二式。雁性可以根据场地的大小随意自己定。手势是也是鹰啄类生手势，左式雁性跟右式动作相同。 要领要求相同，动作相反。下边我把左式给大家做一下。左式雁性，先出左腿，出左手，要求跟右式相同。然后左腿蹬进，身子向前移动重心，左手向后拉，右手向前推。 配步子同时，再上步。药性要有柴神、如林子之机。药是飞禽，药子可以在
密集的树林中，财神分享，速度之快，动作之猛，是其他飞禽所比不了的。在这里要行取要之如林之势，取发为权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要行分左右两式，左右两式可交叉练习，也可先做右式后做左式。要性，下边先给大家讲一下，练要性时先立正，面向下势方向，一念即中，气沉丹田，肩自然下沉，沉肩最终含胸八背，然后左右式要行，出左脚，左脚向前迈进的同时，腰向左旋转，左手向上提肘，屈肘上提，放在左额头的外拆，同时右手向外沉，右肩有找左胯之势，这个旋转要有腰节的旋转拧劲儿，不可是旋转时候把胯拧动，而关键是拧腰。出左腿，右手向前沉，左手向上提，放在额头外踩。这是右式要字如林，要求手心朝上，手指朝前，手要有往前的伸拔劲儿，不是往上拖，而是往远处插，肩要沉，两背要过，不能把这个胸挺开，这样做不对，应该过背，含胸过背，身子向下梳，不能挺胸。左腿弓步，右腿微微弯曲，重心偏向前腿，两膝要求向内过合。这是右要字如林，双方交叉做的话，上右步同时身子向右旋转，前手变掌翻掌拉回，放在右额头处，左手同时向外出，要求给右要字如林一样。射性，射性是四大性中的一性，射有搏操之能，射身体可以三折九曲，任意旋转，但身法自如，进路顺大。射有搏操之能，射在草中行走，如走平路，号称有草上飞之说。新一拳采纳射性的搏操之能，就是取射搏操的在草中行走如飞的太长太急，取法为拳。我把射性做一下，
射性分左右两式，身子向左旋转，手向左插着，出右手为右射性，向右边抻插，向左拨出着为左射性。 下边我演示一下，射性要求。 腰脊要旋转，要有拧劲儿。下边我先说右射性，面向下肢方向，射性可走直腿，反复练习。做射性时，先立正，周身自然放松，气沉丹田。 沉肩最轴，手微提肛，抿额上顶，然后左腿向前迈进半步，右脚稍微跟进一点，身子向左旋转，右手掌向左胯。 外拆抻插，肩向左扣，肩有着左胯之意。腿要求重心偏于前腿，后腿根部呈左畸形步，要求胸部自然放松，向下沉舒。 不可挺胸，也不可前摘后仰，在做动作的时候往前摘着，这动作都不对。要求腰部向左旋转，手向左插，右手左手放在右面部外拆，胳膊两边要向一块合，不能把肘架起来，肘要向下沉，两边。 要撑合在一块儿。这个模仿是有三曲九折之体，模仿设立腰的灵活与旋转，然后右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左脚跟进半步，同时。 身子向右旋转，两手交叉分开，左手向下按，右手由左胯处向斜上方随着腰旋转。练射性要利用腰脊的旋转劲儿，利用腰的旋转劲儿，而不是胳膊往外揉的，利用腰脊的旋转劲儿向外旋。 再上步，继续做第二次。上左步，身子向右旋转，右手向左胯处抻插，左手与右手在胸前交汇，两肘交汇，并且向一块扣合，右手放于左手放于右面外踩，再上右步。 同时，利用腰脊的旋转劲儿，双手分开。这是右射性。练射性时，一定要注意腰脊的旋转，腰跟腿是属于交叉的，出左腿，出右手；出右腿的话，出左手。它这主要是要腰脊要旋转拧劲儿。 在变化的时候，出手的时候，上步利用腰脊的拧劲儿向外出，不能单纯的
去用手做动作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 雄性，雄性是十大姓中的其中一姓。雄有沉稳之态，雄背有千钧之力。在这里，《新义全》中神行六十中，其中提到鸡推龙神，雄背硬桩。所以说，雄的膀，雄膀有千钧之力。 在这里模仿雄神，雄的身上的千钧力。雄有沉稳之态，雄虽然动作缓慢，但非常沉稳，力大无穷。我把雄性给大家做一下。雄性也分左右两式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前。 右手在前掌，为右式雄性。左势，雄性模仿雄的沉稳之态，与主要是雄的这个背膀要沉要合要有力。下边大家做一下。先做右式雄性，面向下势方向，沉肩最中，意念集中，目视前方。 出左脚，左脚出来，同时右脚跟进半步，这为左急行步。在出右脚的同时，右手向上托，肩向下沉，手向上托，腰间向左方向旋转，肩向左边扣合。 手心朝上，五指各分，大拇指头高度与鼻尖高度差不多。左手屈起上提，用掌放在右肘处，右肘内侧。要求上身要舒身，不能这样张着身做。 而是熟身，要求胃要收臀，胃要收，两脚脖要向外旋劲儿。这是右式，在上步做左势，上步是先上右腿，同时右手。 向上方托出，后脚跟进半步，为右急行步，右手放在左肘内侧。练习雄性时候，主要模仿雄的膀，雄的膀背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一定要把背向流。 过背，背一定要过汗，不能做动作的时候就做一个动作，身法上没有，背一定向流过。所以说，胸背有千钧之力。
北向六国，整个这个背部与手部的力量，全部是背的力量向外裹合出来的，向外裹合的一种力，两手助力，这个帮助右手帮助左手，两二进合一，并且加上身子的收缩弹性力，以腰间的旋转弹性力，同时聚于一体。腿也是屈而待发，身子也是屈而待发，腰间有旋转弹性力，旋而待发，周身各部分的尽力合一，屈而待发，这是雄性的这个主要特点。所以说练习雄性一定要注意身法，身法要求肩要沉，背要裹，胸要含，腰要舒，胯要收，杠要提，步子要自然弯曲。继续做的话，上左步，换右手，右步跟进半步，为左进行步。所以说，练习雄性主要是他的身法跟雄的背，要周身尽力裹汗，要就要虚而待发，力要大，要猛，要沉稳。里头潜在蕴藏着有很大的这个潜力和内在潜在的那种爆发弹性力，所以说不发在一，一发在力大无穷。鹰形，鹰有捉拿之精。鹰形是十大形中的其中一形。鹰形主要是采纳它的鹰的捉拿之准狠精，在身形六式里，其中提到鹰捉；新一拳拳经里，其中提到步步不离击腿。八八不离鹰爪，出手无空会，空会非齐全。所以说对鹰爪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说在练新一拳的时候，任何一形出掌都其中暗藏阴爪之势。在练新一把式，它的掌形是五字格分，虎口要圆，手心要回，中指给无名指给小指要扣，在做任何一形的时候，他的手形都是这样的。实际这个手形就是鹰爪的手形，就是所谓的八八不离鹰爪。在做每一形的时候，他的后三个指头都是向流扣的，随时有鹰爪之意。下边我把鹰爪给大家做一下。鹰爪分左式鹰爪和右式鹰爪，先做这个右式鹰爪。鹰爪要求捉拿要准，要狠，要猛，要配合身法。鹰爪也是走指套反复练习，先面向下势方向立正，目视前方，气沉丹田。首先要一念即中，在练新一拳的时候，要求步步不离击腿，八八不离鹰爪，要一念要即中，不可人在练功场，心飞千里外。先做右式，出左脚，身子
向左旋转，沉肩过背，手向外向前上方钻出，小臂要有旋转之意。所谓四手里边就是起落转翻，起要转，落要翻，腰要旋转，右肩要找左胯，不是腰旋，不是胯旋，而是腰旋，向上转，然后上右步，同时双手，左手在落的时候，左手走右手的内踩转出，在步子落的同时，左脚跟进半步，在落步的同时手向身子的左踩，反手左拿，向身子左踩拉。拉的时候是腰的旋转，肩的沉，肘的垂，向下拉，而不是手往底下拉的，要利用身子的旋转劲儿向下拉。这是右式，左式先上右步，先上左手，跟右边一样，要用腰去旋转，并且身子要出汗，不是光旋转腰了，身子胸部扛着，这个不对，要胸，要汗胸，背要过。在新一拳里，身形流失，在身子随时在身上都有反应，而不是每一个要求在某一下有反应，随时都有反应，都要身形流失，处处都要上身，然后上左步跟右步，手向上转出，这是左式鹰爪八。鹰爪八在练时一定要注意腰的旋转，背的扣合，给双手的捉拿。十大型主要是取十种动物的胎长胎记，它的技法是取法为权，取它的灵性，它的灵活，变动自如的灵活，取它的灵性为权，而不是模仿十种动物的外形。